终于可以看真的魔术了。今天表演两个魔术，这两个魔术呢，这是我近年来自己最得意的发明。哦，是过哎，自创的魔术。哇，第一次公开是在3天前日本的电视节目上。哇，所以今天是台湾第一次吗？但是在日本的节目还没有播。哇，世界第一次，大陆会那个大哥大会先播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呢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演这一个。第一次看到。玻璃杯，是，哎，还有这个是下酒菜，这个魔术呢是 Eric 老师在灌我喝酒的时候突然想到的。好，首先呢有酒杯，好，第一要确定的事情是确定这两个酒杯呢非常的坚固而且结实，底部，都没有问题，很硬，你去年检查的有诚意一点，确认它是非常坚固的，也很虔诚的。硬啊，只是有一点脏而已。有点脏没关系。好，这边有花生，这个奇异果，没有奇异果啦，花生、开心果、芥末豆、芥末豆、杏仁，对。想先选一个。好，那我选这个。这是属于。这是。奇异果。奇异果的一种。奇异果。Kiwi。不是开心果。开心果。奇异果，打开绿色的。怎么了？在日本，我们叫它 pistachio。啊，皮斯塔丘，皮斯塔丘，皮斯塔丘，好，等一下就用这个来表演。哦，开心果，其他的大家可以分着吃掉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现在已经是晚上12点，好，其他用不到了。好，接下来我告诉各位我要做什么事情。我要让这个开心果，从杯子的底部穿下去，穿到杯子里面去。真的假的？这个逆风的，这个在魔术的原理里面叫做 penetration， 我在节目中重复过很多次，叫穿越现象。好哈，好，它现在还在外面，等一会儿呢会直接掉到里面去。嗯哈，相信吗？不相信，不相信。好，各位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在这里，仔细看，3、2、1，这个太夸张了，就在我们的面前掉下去，哎。精神都来了，好可怕！要有第二个杯子哦。为什么要有第二个杯子？让我跟各位解释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让这颗奇异果从这个杯子穿出去。开心果。从这个杯子穿出去。奇异果的。我就说奇异果。开心果，开心果，开心果，开心果。你应该拿一个奇异果。我让这个开心果，从这个杯子底部穿出来，再从这个杯子穿进去。哦，两层。不可能，可能吗？太离谱了，可能吗？不可能，不太可能。两层，接下来就是见证，又来了，奇迹的时刻。来，你挡到镜头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对不起，小心，对不起。3、2、1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家伙应该是恶魔吧，老师。没有动吗？从我们眼前掉下去，哎。你太厉害了，下次可以变奇异果。今天已经是奇异果了。接下来这个表演呢，是我有史以来我自己发明的魔术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把妹魔术。哦，这个我一定要学一下。非常完美的把妹魔术，这里有鸡蛋。啊，鸡蛋。好。生的吗？生的。生的吧。选一颗。
这个。这一颗吗？嗯。会小鸡跑出来这是一颗好蛋。好蛋。好蛋。有坏蛋。君的今天都没有参与到，君的选一颗。是我选一颗，那我就选它对面这一颗好了。好蛋吗？好蛋。好蛋。蛋好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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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问题来了，我跟各位解释一下。问题来了，嗯。如果我不展览个这两个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太晚了，从日本回来，太晚了，太晚了，太晚了。对对，如果把这两个蛋用力这样把它挤压在一起，你们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？碎掉啊，碎掉，正常讲会碎掉，是的。仔细看，接下来这个就厉害了。能够变这个魔术是我三四年前想的，一直到上个月才美梦成真。练这么久，现场的三位美女们，接下来这个魔术代表我对你们的心意。结合了，它里面有蛋黄吗？要检查一下，确定它有蛋黄吗？等一下我们再确认，但先看一下它是完全结合在一起。OK， 真的好重哎，两颗蛋的重量哎。啊，不要不要，不小心掉下来，我很怕，好可怕，因为里面有蛋黄的感觉。这个太神奇，这真的太神奇了。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戳到一起去吗？为什么？屁股的形状，这是新生儿吗？还是什么？新生？真的耶，很重哎。摸起来真的那个鸡蛋很重哎。好，一开始它本来是两颗蛋，对啊，现在合成一颗蛋，这代表什么呢？里面的蛋黄应该也是两个。嗯哼，所以我们请大家这个，敲破它，敲破它，接下来舍不得哎，心形的，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带回家哦，敲破它。老师，我真的大力敲下去，来来来，中间屁股缝一次捶开它。温柔一点，温柔一点。轻轻的。破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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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掰的，用掰的。